穿你自己的袜子就不用穿鞋了。你看你感觉，你穿过去叫你爸爸看看。不用脱了，就穿那个袜子走路就行了。这带你上穿的，瑶瑶，你咋穿进去的？小鸡。还有一只，把你怎么穿进去的？坐在凳子上穿的，是不是？坐进呢。啊，坐在板子上。都穿了一个角。你的穿了一个角不对，笑笑不对，穿两个啊，那个角，穿那边，那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哎呦，厉害，穿进去了，走吧，叫爸爸看看去，穿上了，叫爸爸看看去，你看你爸爸看看你，说妈妈，我穿着妈妈的鞋，袜子。你脱掉干啥？翻过凳子。不用装凳子上坐啊，摔倒你。又不好了，放地。这屎呢？你别拖地了，还叫那拖地？擦桌子，你看我女儿拖到地下再擦桌子，她看见我以前拖过嘛，拖过地，她就会。会擦桌子的呀，那么厉害呀。你看你好顺的拖，一下子擦凳子，一下子擦搓桌子，干啥的？抹布，用抹布，那是抹地下的，抹地下的在那抹桌子，太脏了。你别拖了，你别拖了，你看，趴那个屁股都在外面。过来，过来，插这边。